我是黄小某，来自美国加州新泽西潮州会馆。我是秘书长，我和林之如，他是会的常务副会长。我们两个人非常高兴来参加加拿大安省潮州会馆第24届就职典礼以及倡会40周年的会庆。我们仅代表新泽西潮州会馆向安省潮州会馆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我们也是敬祝会馆能够大会圆满成功。我叫林之如，我是美国加州圣何西潮州会馆的常务副会长。今天很荣幸可以代表我们本会来参加贵会的成立四十周年暨第24届理事会就职典礼联欢晚会。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